干嘛呢？这是说吧，打谁？我们马上要前往渔民渔庄，路程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。马爷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玩一个车上游戏，获胜的四位成员将品尝九姓九碗桌宴。哇！而失败的成员只能随便的简单吃点。加油！啊！第一个游戏是心口不一，玩法就是每位成员拍一次腿，击一次掌，然后用手比一个数字，但是你手比出来的这个数字和你嘴巴说的这个数字不能相同，相同就失败了。拍腿击掌四，拍腿击掌一，真的会错的，是真的会对的，真的会，真的会对的。拍腿击掌一，八个人依次过去，然后中间有人如果错了或者慢了，这个人就淘汰了然后我们最后剩下前三个人积一分。但是你就看舞，然后喊任何随便喊什么，就不喊舞就好了吗？对，来吧，开始，拍腿击掌六，拍腿击掌二，拍腿击掌一，拍腿击掌七。等一下，我有个问题，拍腿击掌是不用讲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没事儿，你愿意讲讲呗，可以讲出来。很蠢，说比较很蠢。七，这行了吧？好，行，跟想讲就可以讲，不讲就不讲，没关系。好，那从我开始，拍腿击掌七，拍腿击掌六，拍腿击掌五。白鹿错了。其实你就看五，然后喊任何数。白鹿 out 了， out 的人就可以举起锤子啊，下一个在谁 out 你就可以打他了。等一会儿，为什么 out 的人举起锤子啊？不应该输了的人。那我 out 了啊，我赶紧 out 呀。那你就没分了呀。来，拍腿击掌二，拍腿击掌三，拍腿击掌七。把 out 了。沙哥 out， 孙怡继续。拍腿击掌三，拍腿击掌五，拍腿击掌八，拍腿击掌六，拍腿击掌六六。我们俩特别自信，好有自信，特别自信，拍腿击掌六。行，等会儿。拍腿击掌五，拍腿击掌三，拍腿击掌七。别人说过的还能说吗？你不要老打断，你要继续。战术，你这是个战术啊！哎，出局，这出局，这出局，这轮必须出局，必须出局。要不，哎，男贫民愤，我跟你讲，要不他结账。等会儿你别吵。好，我来，从我开始，好吧？拍腿击掌四，拍腿击掌九，拍腿击掌熊，熊。这什么玩意儿？out。拍腿击掌五，再给凯哥一次机会啊！啊，拍腿击掌五，拍腿击掌六，拍腿击掌三，剩四个了啊，剩你们四个，深深、凯哥，来，坤坤，拍腿击掌九，拍腿击掌二，拍腿击掌四，拍腿击掌三，哎，缓一会儿啊，那我。被淘汰了，找各种理由。那我们第一轮胜出的就是晨哥、凯哥和深深。可以换个游戏吗？我感觉一个都过不了。我们这个心口不一的游戏就要升级了。哎呦，升级版的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我想退出这个游戏。心口不一的游戏升级的方式是心口一致。升级的方式是，我会为大家出一个小学生难度的加减乘除运算。来一个初中生的，初一的。太侮辱我！不要太小看我。大家要比出正确的答案，但是说出错误的答案。哇！还要说出错误的，那还是来小学生的吧。
那我们开始了啊，开始吧。欢迎登录联合独播平台腾讯视频、优酷、爱奇艺，观看更多节目内容。那我们开始了啊，开始吧。二加二等于四。四。四。不是说得说错的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很难，因为你下意识嘴会说对的。你说这个对，它反着的。那我们要么反过来吧。刚刚这个当是的，好吧，我们从深深开始。有点紧张。二加三等于六。哇哦，厉害厉害。三加四等于八。哇。二加三等于六。一加一等于一。四减三等于二。你知道大家笑是为啥吗？为啥？你特别像个傻子，明明得一吧，你告诉个二。坤坤，六减三等于。行了，你这个三，得比对的，你要比对的。我淘汰吧，我淘汰。再问你一题。淘汰我，再问你一题，复活。再问你一题，八减五等于。不好意思，但这个没上过小学，直接跳到中学了。这个反应太慢了。淘汰我吧。不行，不能淘汰。复活。我再理解一遍，就是我讲的时候我要讲错的，我比的时候要比对的。行，再一次啊，九减五等于。七，对，差不多是这意思。好了，淘汰我吧。好了，正式开始了。复活。复活。好了，正式开始了。一加二等于五。下一个淘汰。太坏了！你把所有的人家丑都出完了。学会怎么玩，你就淘汰了。确实有点慢，确实挺慢。接下来到孙怡了，二加三等于七，四加二等于五七。深深，二乘三等于八。二乘，哦，对，都怀疑自己了。三乘三等于八。七减二等于，你等于六。六减三，等于四。二的平方等于，你这。哎呀，二的平方啊。八。是吗？是。你怎么到我这就改成二的平方？上初中的了。建议你们早点淘汰。这种解脱。小学的就行。三的平方等于。真的好看。二十减十二等于八。好看。真真，六点八减一点八等于四。一点二加二点八等于五。啊？对。我淘汰。我想放弃了。根号四等于三。五。八十一除以九等于八。接下来找晨哥。等一会儿，是初中的还是小学的？初中的。好。五十四除以六等于八。错。这个比错了。都比错了。哦，这个是九。哎呦，我把这个不是真的，不，我算的是这个，
但是我把这个当成九了，那也不行。这一轮胜出的是这四位吧，因为你们难分胜负。后面坐了四个学霸，怎么着？哎，坐了四个学霸。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三个项目。哎，咱们还有多久到啊？第三个项目跟数学没有关系啊，比的是大家的语言组织能力。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尽量吧。我们八位成员一对一进行对决，双方只能用疑问句来进行对话。就是你的每一句话必须是问句啊。吃了吗？你觉得呢？我好吗？就是要合理的对话，合理的对话不能硬。就是我问你吃饭了吗？你要回答我什么？你觉得我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都可以。哦，还有逻辑要跟得上。那你们随便问我一个，我就你觉得怎么吗？你觉得怎么吗？哦，对，比如说。你觉得你今天这些案子写得好吗？你觉得我写得不好吗？你管得着吗？哎，这不就只要是杠精就好了吗？你管得着吗？这双方互相问，然后两两对决，获胜的那个成员可以积三分，就按坐的位置吧。我们从凯哥深深开始。你觉得白鹿这个人怎么样呢？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我知不知道呢？差点儿秒死。你该不该知道呢？你觉得呢？你从哪儿知道的呢？快点说，我不知道呀。我淘汰了。等一下，不玩了。来，因为这是第一局，就当试验一下啊，重新来。还要羞辱一遍啊！开始。你热吗？我知道啥呀？你怎么不知道自己热不热呢？我怎么能知道自己热不热？穿没穿衣服自己不知道吗？穿没穿衣服你知道吗？穿没穿裤子你都不知道吗？穿没穿裤子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回答问题不太合理吧？有什么不合理的呢？你就完全顺着我的回答重复一遍啊！我没有顺着你的重复一遍的吗？我没有穿你的球帽，怎么了？淘汰！复活！我所有的人下车都是我不想活，复活！下一组，还玩？来下一组吧，这组深深胜出了啊！我告状。深深太厉害了，深深太厉害了。开始啦！来，开始啦！你今天有黑眼圈吗？你看我有黑眼圈吗？我怎么知道呢？我这个眼圈吃得很好吧？那你觉得我有法令纹吗？你觉得我没有法令纹吗？沙哥的法令纹比较重吧？沙哥的法令纹应该没有陈哥的重吧？陈哥的头发好像快没有了吧？我你们俩绝对不能再复活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俩赶紧 out。 这个游戏玩的到底是谁啊？他俩一直攻击别人，淘汰他，快！帅哥现在心情应该很不好吧？也没有比陈哥的好多少吧？不行了，淘汰！我淘汰！好，白鹿接不上了，卑鄙胜出。咱俩来吧，我们俩开始吧。啊、哦，我先问啊。啊、哦。想我了吗？想我了吗？妈呀，这么油腻，上来就这么油腻，这是战术，你行不行？你要问他你需要洗洁精吗？那你需要洗洁精吗？我需要洗洁精来爱我吗？你这么缺爱吗？你觉得我看着不缺爱吗？你觉得自己是缺爱了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是缺爱了，你觉得呢？这是两句话，中间有逗号是吧？这是两句话啊、哦，我们要完整的一个问句，再给一次机会啊。哎呀，那你到底要爱上谁呢？你觉得我要爱上谁呢？我觉得你爱上了谁？
她都应该是个哈密女孩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这个问句问得很好，你这个，你这个问句问得很好，问得很好，你这个。复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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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复活。表扬，得到了肯定，得表扬。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肯定自己复活，复活，我淘汰了，淘汰我，淘汰我，淘汰我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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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和孙怡，孙怡先问吧，想我了吗？哎，你看他的眼神，哎呦，他的眼神，他一下子直接问傻了，想我了吗？直接问眼神。而且他抄袭了我的问题，对，这属于抄袭问题，不能怪。对不起，我再来一次啊。手心都出汗了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咋回答呀？我能喜欢你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能喜欢你吗？先淘汰他，再复活他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那你先问吧，傻哥。想我了吗？你来跑男高不高兴啊？你猜我高不高兴啊？我猜你高兴啊？你真回答？不一样啊！淘汰吧，淘汰吧。淘汰，傻哥，这不是问题。这一轮胜出的就是孙怡。告诉我，这一趴给我敲醒了。